人生如梦，梦中让我与你相遇相知。从此，我便走进了相思的风雨中，走进了观念的心房。你的一言一行，已镌刻在我心中。初识时朋友般的叮咛，让我感到你的真诚。忙碌时的一句，你还好吗？让我倍感亲切。世上最美的情是爱情，但除了爱情外，还有一份真挚的情，就是友情。有时一句短短的问候，就是一份深深的怀念；有时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就是一片浓浓的情意；有时一个轻轻的关注，就是一次甜甜的回忆。夜幕下星星的寂寞也知道，梦里的缠绵心知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